古以来，后宫美人不计其数，但能让后代耳熟能详的名字不多。赵飞燕就是其中一人。赵飞燕能歌善舞，由于体态轻盈，据传能在人的手掌上跳舞，而得名飞燕。这首歌描述这位全才的天生尤物，不难体会汉成帝对他的痴迷。就是